所以一开始跟你说要交往时，确实是想要跟你玩玩的心态，可是我的心却开始改变了。别谈什么恋爱了，我们直接结婚吧。你根本就是看上了他的一身头衔，其实你也不过是看条献血男人的势利鬼罢了。男人对男人，来单挑吧。你再敢嚣张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。以后不要再纠缠我的女人，也不要进出我女人的家里。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未来综合台《幸福的反击》。